21世纪的档案馆的服务重心将是从量的变化到质的变化转移，服务更加优质化。21世纪的档案馆应该是档案数字化和网络化综合、信息实现资源共享，把我院档案室打造成现代化档案的信息服务中心，为广大医务人员提供优质快捷的服务。 21世纪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，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人类对数据、信息、知识的需求会越来越大，档案馆面临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。我们档案工作者需要与时俱进，积极应对，敢于创新，巩固档案馆的社会地位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知识服务需求。 我们病案管理经过了手工和这个计算机录入的一个阶段，以后呢将会向着数字化病案管理的一个方向进行发展。将来我们可以预见到我们的病案管理呢将会达到一个更高的效率。 图书档案管理作为档案管理的一个部分，未来将建立完善的信息共享平台，融合实体空间、虚拟资源和多种服务于一体，实现档案管理的多层次化、多元化的需求。 今年是我们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明年呢，我们也迎来了我们建院120周年。在这两个重要的节日里面，为了我们以优异的成绩庆祝他们，在第12个世界档案日来临之际，我们的医院的档案工作者在积极地收集、整理我们珍贵的历史资料。我希望。 我们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、信息化技术，把历史珍贵的资料进行传承，为数百医院高质量发展助力。我希望我们更多的同志们能够加入进来。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，祝愿我们数百医院的未来越来越美好。 2019国际档案周，苏北医院，我们在行动。2019国际档案周，我们在苏北医院，你在哪里？